谢谢，感谢每一位亲爱的朋友们，继续留下你可爱的脚步哈，陪伴我们的节目到节目的尾声。来听了一首歌曲之后，我看到陈双强还在拿那个 camera 拍照哈，你这个月很忙哦，歌台跑完还要跑复课。好，来谢谢，来听了一首歌曲之后，为你安排今天晚上的下一首歌曲，结果都没什么烂了。